耶！需要我帮忙吧？你说嘞？帮不上忙。是这么多，肯定是。你今天跟几个堂哥在家烤烧烤吃，就我媳妇跟我嫂子在洗菜。那我们俩洗的，我们俩知道什么菜没洗干净，我们不吃。好坏。你这个，这边干嘛？起火！现在开始烤了，按铜，按铜压成。这个苦力士是我嘞，这个苦力士。你搁那把手里头干啥？我哪里拿把手里头？拿棉冰砖，那这还没得掰出来。怎么拿？拿个水桶里头。啊，怎么样？那猪叫。那手还不行？慢些。太多了。你看一毛啊，两个一干啥？这鸡翅还有毛在上面，鸡翅，看没？买了500多块钱药吧。你买啥买那个大鸭？鸡翅烤熟了。是不是让毛强哥毛强哥买？我再有一点。先把小孩喂饱。喵。小心牙，小心牙签哈。我都没烤。不用我给烤的，怕就是姐姐这个烧烤他娘。姐姐拿着。不拿，做的不错，你就先把食品。就是高手你们哈，靠火腿肠哈，可以。好的吗？我不吃。嗯，蒜末哈，好嚼呀，还可以。嗯，妈妈，还吃一口。在玩什么？啊？啊？还在玩过家家，对不对？家里来还是叫？顾宁嘛，说到手顾宁，这个这辈子是很少学。我说没学。老大技术杠杠的。把你笑了呀。成绩很好啊。嗯。白黑那边舞的个，你走吧，你走。那个鱿鱼成绩真的非常好。这鱿鱼烤真漂亮。哎，不想不让摸。
喊呐。兄弟啊，还蛮适合你这过去的。姐姐给你拿，姐姐给你拿着，好吧？姐姐给你拿着，好吧？还得会想哈、啊。天黑了，再烤着烤着，天快黑了。这个嘛，完了，鹅脊胗，宝贝。煎什么？煎锅巴吃，煎锅巴吃。小猫，小猫，烟雾有什么的哈？天黑喽。一起来吧。